因为太久没出专辑了，其实歌迷很期待，我也很期待，并不是说我不出专辑，可是目前我都在玩。日前，周杰伦受邀到香港参加一位老友火锅店的开业活动，而每次周董现身，歌迷们最关心的还是他什么时候出专辑。在网上催已经不管用了，粉丝歌迷们到现场催专辑了，纷纷提问周杰伦什么时候能出专辑。杰伦就此事进行了真诚的回答，因为太久没有出专辑，歌迷很期待，我也很期待，并不是说我不出专辑，只是目前我都在玩。听完周董的回答，是不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？不少网友表示，杰伦真是一个耿直 boy， 这样很真实，不愧是歌中之歌。虽然歌迷朋友都望眼欲穿的想要周董出新专辑，但只要杰伦玩得开心，过得快乐，相信歌迷们还是支持他的，毕竟自己开心才好。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喜欢就订阅呗。